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会见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习近平指出，中马隔海相望是相互信赖、相互尊重的好邻居、好伙伴。中方将继续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之一，同马方一道，不断充实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提升务实合作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新契合点，为中马务实合作注入新活力，加强经贸、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等合作。中方将继续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赴马投资兴业和防务交流合作。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方为推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积极贡献，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我们支持马方办好今年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习近平强调，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亚太合作进程中的重要会议，中方重视马方在亚太合作进程中的作用，愿同包括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全面落实包括互联互通蓝图在内的各项共识和成果，推进亚太区域合作。为促进亚太和习近平对中马关系的积极评价，表示马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方保持高度互信，两国人民怀有友好感情，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为马中合作带来更多机遇。马方希望深化同中方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合作。作为东盟主席国，马方积极致力于东盟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不应该影响东盟同中国在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马方支持各成员尽早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